啊，就亲像安尼，到时阵黄金甲白银，尤其白银的，后壁的迄落历史，伊就是会惊即个板咯。因为即马美国其他的州，伊嘛是用铸造金币嘛，银币啊嘛，已经迄落。有你爱家己的迄个发行权，迄个的，因着宣布因租即个租内底，迄黄金甲白银就属于迄个法定货币内底，可以使用啊，所以是已经货币独立了，连黄金白银。因为这个做的法律里底，这嘛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，正是安尼，所以它有流通，它就是有价值，你黄金不够的时候，你就是需要白银，而且现在黄金跟白银，它有在美国的州里面有做流通，对了，他们有流通哦，我们这边也比较，我们这边白银比较难流通啊，都是被人家割韭菜而已。现在变，除非有啦，又是小众的，你在那个啊，对，现在就是小众，那你美国那也是，这个也算是小众的。没有，它是它的货币啊，是，它是有融入它的，它是有票面价值的啊。有，这个有，就是它这个州里面，它其实。是可以有对货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自主独立的那个权利，不受那个美元的约束，他们要的是这样子啊，确实美国政府也承认可以，他们铸造的那个货那个黄金跟白银的那个价值跟地位啊，这个是有的。所以等于讲，因黄金甲白银使用在流通，所以这，而且，所以这后壁，因的，因为像咧美国政府伊就无法度，伊黄金甲白银伊敢有法度拿咧后壁增加，绝对无法度。这就是。因这个用黄金和白银的好处，货币的好处就是这样，无通啊，互货币创通。你要考一关哦。考一关，咁好。看你没有勉强，这种没有勉强，你是没有，你又没有亚洲美的抗体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自己的自主意识啊。看你要不要，要 give me $100。百万。我先领安尼就好，不可以喝太多，因为晚一点还要回家。